好了，刚看完四款皮肤的局内展示，现在我们认真的看一下四款皮肤的详细页展示。首先依然是邦邦的金皮黑白熊，从展示页上看的话，这款皮肤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还原度可以接近100%了，这点相信没有人反对吧。连手上的锤子都是100%还原的哦，样子看上去虽然很凶，但不得不说截止到现在这应该是最萌的一款皮肤，所以你想抽到吗？接着第二款就是调酒师的姜汁捣盾子，又是一个双马尾美少女哦，爱了爱了爱了。出场动作会有一个经典的对话，相信玩过弹丸论破的玩家应该都知道这是一个游戏界面。接着大家看一下细节，这款皮肤的调酒师现在调制的不是酒而是汽水，那么问题来了，盲女和空军能不能喝姜汁捣盾子的调出来的汽水呢？接着第三个幸运儿的苗木城，苗木城整体的还原度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，虽然头感觉有点憨憨的，然后再点击皮肤的话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特效，有点帅气哦。最后就是空军的雾切祥子，依然是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少女，虽然她是反派，但是完全不影响她的可爱哟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雾切祥子和姜汁捣盾子的服装呢，两个人的裙子是不是短的有点过分呢？好了，以上呢就是第一弹四款皮肤的细节展示，最后要说一点的就是四款皮肤都没有特效哦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